如，贴一下，好贴一听。下，是表单吗？还是直接贴那个？这个是幻灯片，我把它弄成幻灯，哦，幻比较灯方片便。形式，好好好，贴给我，贴给我。来，聊天室憋了一个礼拜的那个音乐大作，哦，我们来看一下，要改练龙吗？可以，可以先弄一下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啊？这个是什么？铁达皮号啊？铁达皮号，哈哈哈哈。铁达皮号三小啦很符合这个鉴赏会的意境，，OK，我觉得跟本啊哈，人设计还差了一点，是什么东西？阿差长了一点。他自己，本人比较帅，他作为他做这么多首歌啊，我是一人三首，一人三然首，后这么多你吗？点那个图片，哦，他这边就点有图片之后，它会有网址。了。哦，这个 Mobile 对，P 什么 Roger，Roger。啊，怎么是日文歌？哦，现在可以调音量哦，现在可以调音量了。对，能调音量，终于有这个功能。那我们是不是要弄一个什么？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弄一个什么评分啊？1到10分，让大家评分这样子。然后我看一下投票好了。嗯，开一个那个投你票。给几分？我们1到10分好吗？哎，只能1到5哎。好吧，那1到5分吧，啊，1到5分，然五等后，奖，哎，2分钟时间投票，你给几分？好，来了，那个泪水配上那艘船搭配右上的那朵小花很好，我想的很歪，我的错吗？三小了，完了，听不懂日文啊。这是海贼王对不对？Mobile P 罗杰，这海贼王吧？什么意思？完蛋，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啊！对，听不懂，我觉得要给高分太难了。也有，好啦，这个也有，不错啦，有这个也有，可是中间转场有点怪怪的，就是转场有点怪怪的。鬼飘扬，感谢。嗯，有点奇怪，说实在。到底要悠几次啦？一直悠，这整首一直悠就好了。太长了，太长了，不行，这首我没办法，因为我后面真的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啊！怎么又有个贝塔版？太多了吧？你头首歌做两次是不是？OK 啊，他头首歌做两次是吗？啊，对啊，怎么一模一样的歌做两次啊？啊？为什么一模一样的歌做两次？不一样啊？刚才是三分嘛，对不对？刚才三分，我们拉长一点。好，听一下，听一下。
怎么都是日文歌啦？彼らの生活の憂鬱を打ち砕くためにエンペラピーを追い続ける世界各地の P ファンが川で感謝P ファン我听懂 P ファン啦紫色の窓を開ける奇妙な笑顔を見ながら静かにそれを開くありったけのとてもかき集め心臓を捧げよ翻译 No PAO 三小太多椰油了吧？靠背，到底多少椰油啦？后面那堆椰油是怎么回事啦？太多椰油，不行不行，这个椰油太多，我要扣一分哦，所以我只能给三分。我本来想给四分的啦。太多也有了，不行。又屁也有。We are the P 粉哥。PC バーディアン始まるロピエヨロピエヨいざ冒険の始まりさ未知なる世界へ好烦哦好烦哦好烦哦生活を憂鬱を打ち砕くために長い夜好了，太多也有了，太多也有了、所以我只能给到三分呐、但聊天室比较狠，聊天室给两分，你们这个有点太坏了、有点太坏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很难评，对，这很难评，因为日文歌，我觉得重点就是你做日文歌，大家听不懂歌词，所以能够听到几个关键字就比较可惜。不知道他唱在哪里？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唱在哪里了，所以比较可惜啦。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觉得第一首我觉得还好，第一首有点怪。但第二首是真的蛮不错的，因为第二首的那个旋律跟动感比较有编排的感觉，然后 这一首就不知道什么，这个是完整版，可是 完整版我觉得没有第二个这个版本还来得好听，对，感觉还是第二首会比较好听一点，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打妹一整晚啊，中文歌吧，不又是日文的啊，有了有了 ，OK OK， 打妹一整晚。然后打妹一整晚呢，我们来现在开启投票。但是我还没看到之前，我就已经发现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问题，好像他的歌词是不是歌词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抄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打妹一整晚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首歌呢？来听听看吧。抒情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存着的钱，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记录下的皮笑脸，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皮粉又付老皮每年的月，又回到年初的起点，呆呆的站在一体眼，笨拙打开凸起的链接，将台币变成订阅小起点。有这么悲情吗？不是，我们的过年红包活动是这么悲情的一件事情吗？怎么唱的有点悲啊？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夜游，回
回到键盘椅子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跨年少时爱留言你舍得不是吗？谁与谁走开也不躲藏，那些年错过的老兵，三小啦，那些年的老兵日记，看好想讨老你，讨老美好的回忆，曾经想今年放过你，都开始十分才发现，那天晚上满天大美全送给你。那些年错过的老兵，那些年的老兵日记，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说好别逗你的礼物到最后几秒才送出，那天晚上满天大美与他台面下的爱抱。什么东西，看着你付出那百万红包，说好别逗你的礼物，什么说好别逗你的礼物，后面还不错啦，我觉得后面这个这首歌我可以给到四分，但是中间也是有点怪怪，因为可能他那个 AI 编排，你好几首歌合在一起就会比较容易这样子。哦，这个也不错啦，我虽然说聊天室给他一分，但我觉得这个我是给到四分，尤其是后面那个结尾是还蛮不错的，好吧？哎，这个七，对，七分六十是怎么回事啊？七分六十，这首歌七分六十秒，太长了吧？太长了吧？好，来，我们听听看，这个是大埋啊，大埋的歌。哦，没有啊，没有七分六十秒啊，七点六十分啊，那是歌，对，那是歌名。哦，七点六十分 ，OK。哦，妹妹妹，什么东西？咪咪咪。张震岳，张震岳是不是？我跟你这样讲，张震岳。很有创意，这首歌很棒哎。没水准，没水准，没水准。OK 啦，靠北哦，不是，这首歌很棒哎、欸、就是很有那种厌世的感觉，就好像就是在等我开台，然后等不到，然后就有点厌世了，然后就厌世过程当中就唱这首歌，有没有？七点六十分了这样。Baby baby baby baby。有料，这首歌有料哎 ，Mobio 的七点六十分，哎、欸，很不错，也是个 baby baby 边边边边，哎、欸，很搭哎、欸，我第一次知道 baby 跟便便是能搭起来的。这首歌我给五分哦，这首歌我是给五分的，很不错，这首歌真的蛮不错的啊、哦、，Mobio 的七点六十分，嗯，蛮好听的这首，好吧，大买的这个节奏，这个图是怎么回事？这图是谁选的、啊？这菲菲你选的吗？菲菲都是我选的。
这图选的很好哎、欸，图选的很好。要用小起点推他，每次等开台都想听。对啊，聊天室现在给他给四分啊，我自己个人我给五分啊，我给五分啊，平均四点五分嘛，好吧，我们两个平均起来四点五分。好，那个下一个合伙自由，这个是写给何老师的歌吧，对吧？这写给何老师的歌。好，那么一样啊，我们评分一样是一到五分啊。没错，我先开合伙自由。光这个何老师的脸啊，为什么最后变何老师的脸在哭哦？他怎么一转身变何老师的脸啊？我给七点六零分。七点六零分，来听一下。这个是抄我的歌词吧，老哥，你不可以这样子、欸、你怎么可以抄别人的创意？我的合伙自由，你把我的创意抄走了。啊，这是致敬是不是？啊，致敬致敬。靠腰，兄弟你好香。红色的头巾，红色的头巾。有点小虎队的感觉啊，还蛮老的，这首歌有点老，说实在的。那、怎么没了？火焰焚身，自由不羁，到底是怎样？这个一般都断掉啦，我觉得这个歌没有做完吧。对啊，这歌没做完有点可惜耶、欸、虽然中间有一段还蛮不错的，但是就普普吧，我觉得普普吧，我只能给到三分 ,2.5 分 ,3 分好了，我给三分啦。我只能给他三分，那个红色头巾那一段还不错啦，红色头巾这一段这个蛮可惜的，我觉得不够完整，像刚才这个就蛮完整的，这个 Mobile 的 7.60 分，这个目前最高分嘛。4.5 分嘛，哦 ,4.5 分。啊，然后诸天佛陀喜见四灵火大爆、欸、爆炸。什么喜，这个重点是为什么他这个图还是长这个样子。诸天佛陀喜见四灵火大爆炸。看一下。好。听听看啊，看聊天是。创作的歌曲长什么样子？那我们一样是这个一到五分啊。刚才那个首的话是聊天是给三分啦，啊，我应该是给到也三分，所以差不多三分差不多。好，这首歌这个看来是佛教歌曲啊。我们这个观众里面还是有蛮多人心心向佛的，因为各种宗教信仰都有，这个应该是学佛之人。我们听听看他的歌怎么样。这天赋都是你是苦把盆有间虚空之中有万你无妄想华南加特林菩萨如何能曾往复垂直裂变南无加特林菩萨六根清净平平坦一息三千六百种大慈大悲度世人我佛慈悲加特林菩萨心生抖音歌是不是啊？什么东西啦？什么东西？这个我不能给太高分。我可能只能给个。为什么会用念的？
去平等，就是解脱，就是无伤，就是解脱脱下中是无伤之绝天佛陀西界有根清净平交谈一息三千六百转大慈大悲都是我跟你讲，他最好听就是这个，就是南无迦特林菩萨，六根清净平幽丹，一息三千六百转。这个这一段我觉得稍微好听一点，其他段落有点奇怪。对，就这一段最好听啊，好吧？我佛慈悲，迦特林菩萨，心身般若。解脱一切苦厄，六关宿舍超度。什么六关宿舍超度啦？什么东西？好吧，这首我可能只能给到一分吧，我只能给一分啊。聊天室也给一分啊？这样？我在听的时候，我确实有被超度的感觉。你有被超度的感觉哦？有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大家给一分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原本是六根嘛，啊，六根清净就剩下一了，六合一了嘛，对不对？六根变一根，确实有被超度啦，确实有被超度。好，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首，一分不错啦，至少他有在作曲，但是这感觉他编排没有编排的很好，只是比较可惜一点，感觉歌词硬塞嘛。啊，金科啦。不是你这歌词根本就只是抄一下广告台词，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作曲啊？这个我就先扣两分了，好不好？这个已经先扣两分了，因为他这个歌词都是去抄人家的歌，你没有自己做啊，你要自己去写歌出来啊，对不对？啊？嘟嘟嘟嘟嘟嘟。你们，你们想干什么？我的一分是出自于对菩萨的尊重。我们的啊啊，我们的感谢查查给订阅。印度歌曲哈，奇怪，这里是哪里？有点听，你被打到 ，PD 觉得不错，是不是？进 DC 啊，进 DC 啊，看你要给几分啊？怎么中装给？他还讲台语啊？嗯，歌词创意的话已经扣两分了嘛，所以最高对我来讲就是三分，然后。音乐曲风搭配这个歌词其实还行啊，还行，所以我应该只会给他大概 2.5 分吧，差不多 2.5 分。对，聊天室给一分，好狠哦。这个我要给 4.5 分啊，这个好听耶。你要给 4.5 分啊？那平虽然那 0.5 分就是他的歌词不是原创。好，0.5 分，不行这样吧，不行这样吧。
你这样子的话，这样就不行啦、啊。哎、欸，可是他是用 AI 然后做出一首很像的歌，我觉得很厉害啊。没有啊，差很多啊，我觉得跟那个原本那个还是差蛮多的啊。哦，对，只是用那个，他只是我的品味大变。对啊，你的品味大变了。好吧，男神的男神这个都写情歌是不是？男神第一首叫什么？追寻的身影啊。男神这个是情歌帮的啊，来看看。一点微光，穿透窗帘，两点星辰，照耀梦境。喉咙痛就多休息啊，多喝水吧。这首歌上发烧啊，170个赞欸，男神的这个歌。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问男神，但是这歌词是你自己写还是 AI 帮你写的？我自己打的。哦，所以这歌词都是你自己打的嘛，对不对？对，我一边想念着我的前任打出来这首歌的。那你现任不会生气吗？他知道的。在哭哦，看你这是你是有故事的人呢。我说哇塞，啊，这首歌到底是写给女生还是写给男的？写给女生的。啊，写给女生的。那么听起来像是女生写给男生的。好啦，有故事的人啦，有故事的人。聊天室，跟聊天室给三分呢、欸，太狠了吧！我自己觉得这个弄起来，我会给到4.5分啦。我自己给到4.5分。欸，这有点像是那个，就是那种商，就是那种商业的情歌，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对啊，因为但这种商业化的情歌，这种就是还蛮流行的，就是那种女生的那种，怎么讲？算比较哀伤的情歌啦，伤心情歌吧，对不对？啊，你怎么一下要什么寻找的声音，像活在不同世界，我们就在我想我会好好守护你。哇，你三首歌怎样？这个是什么悲伤三阶段哦、啊？第三首是写给我自己的啊，第二首是、啊、主要是尝试写一个远距离的感觉。哦 ，OK， 远距的感觉是不是？这也太多了吧？像60年代、70年代、40年代，太多风格了吧？听听看，听听看。对，有故事的人。你看着我，看个样子似乎觉得我要疯了。当我大声说出我心里的感受时，你看我的眼神就是跟别人不同。你还是会以为自己在真实生活里有着最后会人不同的相处时光。李宗盛是吗？李宗盛啊，念歌。我喜欢上了这些色彩缤纷缤纷
缤纷色彩的光泽，告诉了我自己在想什么。我深爱上了我们现在的状态与我们往常的样子，我们那不同之处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缘故。我们如同这飞机斑马又飞翔，他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降落，无人可见，虽然他们仍然想把我们拆散，只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啊，男神在哪干被发现了笑出了那个伤口，就像我们平常做的那样，任何有趣的事情都是在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我们用他们觉得我们只是在玩玩的态度在谈恋爱，即使我们做的再多，投入再多的情感，我们是不是该抛开现实生活的枷锁？我想我们在寻找最根本的出处，本该就是要这样的。我们如同是飞机慢慢用飞翔，他们永远不到我们会在哪里降落，无人可见，虽然他们仍然想把我们拆散，只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啊啊啊，天如纸片的生活。上好，我们活在不同世界的我们。哇，中间断得很奇怪。不过我觉得这一首歌比较最，我觉得最好的段落应该是这个吧，就是这个 bridge 这一段。这个纸飞机这一段应该是不错，就是转场跟歌词这个意境是有达到的，对，不然前面其实这个蛮奇怪，我觉得在前面这段可能他念的有点怪怪的，对，后面应该有四分啦，前面的话就差不多两分差不多，所以加起来应该整首歌应该可以给到 3.5 分吧，啊，聊天室给两分应该是前面的关系啦，我觉得聊天室应该这个是前面的关系。合理，这首歌我也不喜欢，你也不喜欢，那靠腰，你还拿出来投稿，靠背哦。好，最后一首歌，男神写给自己的啊，那个男神写给自己的歌，来看看这首歌怎么样。已经四十了，如果老师以后游戏制作缺人的话，我也想加入 OPC 的炮，目前正在学习相关的东西。好啊 ，OK 啊，等那个吧，我现在还在摸引擎阶段了、啊。这样一天接着一天，拜拜，虽然害怕明天，但我还是要说声嗨。我眼前的那些人总来给我找到，他们只想让我觉得自己是人渣。但你是怎样，你是有反社会是不是，还是你最近受创了，为什么歌词写成这个样子？但是前面不错，就拜拜跟这个嗨其实是有搭到的，还不错啦。对不起，我如此看清自己，妈妈，我也对不起你，我会像你爱我一样爱自己，我会克服所有恐惧。 Hello， 那些骄傲的日子将不复存在，这活着的感觉是如此鲜明。Hold on， 既然已走到这，我会全然接受。 OK， 这个傻小子为什么这事做不到，不想将这首歌献给过去的自己，当时的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现在我已经能带着微笑回首过往。不知道妈妈，我长大了，你儿子已经长大了。嗯，飞轮海，我自己觉得有点飞轮海的感觉，男团的歌吧。从前我不知心中有那些空缺，都是满满负能量。以前当妈妈怀抱我的时候，苹果我已经有了，
答案就是爱，但我好傻，一些很难的事现在却变得简单，说什么我克制不住，这借口根本就不行，现在过着这样的生活要回到以前的样子根本就不行。 I can see your eyes, I can see your face, I just want you with me coming right back, back, back. I can see your eyes, I can see your face, I just want you with me coming right back. 如果你想要可以哭也没关系，宣泄藏在内心深处的所有哀伤，摆脱所有悲痛，重新填满内心，我会陪在你身旁，好好守护着你，请留下吧。好啦，男神不要哭啦，好不好？拍拍拍拍，别难过，希望你会好好的过。可以，现在很好，现在很好，是不是？这是有故事的人写出来的歌，我觉得不错啊。这首歌我自己会给到五分诶，蛮不错的。就前面的旋律加上这歌词的意涵嘛，加起来有点飞轮海的味道。就是刚才有聊天时候讲说有点像男团嘛，你看聊天现在给到四分，我自己会给到五分啦，好吧？所以这首歌，不错，不错，不错。这首歌还在榜上，对啊，328个赞，可以掉下来。对，对啊，他的歌都有上榜，超猛，很厉害，有上榜啊。三首都有吗？像一首跟第一首跟第三首都有上榜啊，一跟三有上榜的。对，我都看他挂在榜上超久。哎呦，这么厉害啊！有料。好，那接下来是这个香草写的歌，我们来看看香草的歌是怎么样的歌啊。我还是开投票，好累哦。好，缠绵千年，我看那个时针又到了8点，我就知道他大家写什么东西了。好，但是我先看这首啊，缠绵千年啊。可可瞄了一下，策马奔向前，战车杀成剑，身披内容颜，脖子上笑靥，最后的誓言，衰土的世界，领土有我先，欲望的宝剑，战争的硝烟，触动了琴弦，杀气飞似剑影，彪悍如铁，只为你分野。什么东西啦？如果当初我们玩率土在熬夜的时候放这首歌当背景，就应该很多人就可以连续打24小时不睡觉啊！太晚出来这首歌，好不好？晚上睡不着，听这个；晚上快睡着，想要熬夜玩游戏就听这个歌。听过太多沙贼谎言，我不想再听说抱歉，别让我这边是男女合唱，对，男女合唱。再次闭上眼，只为见再一眼，因为我想换你我们的相恋，告诉你我们想念千年。有点累的歌，好不好？这首歌，还可以啦，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啦。如果是好像打仗打输了，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应该就
给个四分还是没问题的。我要给四点五，四点五分嘛。我就是在打战打输了就少了零点五分，对我来说啦。嗯，这个感觉好像已经要就是打输了要准备诀别的时候，要跟那个他的另外一半讲说啊，我们这个有没有？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再让你等一千年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神雕侠侣》跟姑姑讲说，我们十年再约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针又到了八点，不会有什么最初的起点吧？白痴哦，你们可不可以自己写歌词啦？不要再抄袭了。聊天是给三分。别再抄袭啦，自己那个啊，自己想一下歌词嘛。剧情又到了八点，又到了这个世界五十九。致敬啊，致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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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会出现，I believe you will remember our channel。Channel， 啊，怎么间奏那么长啊 ？Hello， 怎么还在 All Channel？变日文了，他怎么跳过一大段啊？从前若重来一遍，我会更珍惜一切。若你会。这段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会陪你到彻夜放纵，有没有？这段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后面有四分的水准，前面有点便秘。我个人觉得前面稍微便秘了一点，大概只能给到两三分吗？前面两分，后面四分，那加起来三分，好吧？我给三分 ，PD 给几分？四分，你给四分？哇，你给分给很多哎、欸！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欸、情绪，他那个池田那个情绪，可能是 AI 的关系吧？我觉得他那个曲风我很喜欢哎、欸哦，他那个情绪转折很棒啊。后面那个情绪转折、啊，歌曲的成长转折很棒啊。PD 写的歌叫做《快打旋风的世界》，百分，快打旋风的世界，我们来听听看 PD 写的，满分的啦。Fight!出有感
有个 fire， 靠北，有点厉害、欸，有点强哎、欸。美夫啦！老皮晚上好，请问这次有要做棺材歌之类的吗？没有。满分 O P C do I Co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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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分，100分，好不好？可惜只能给5分。这个就是完全写出他的心灵。这首歌完完美美的诠释他的心灵，就是用心在写歌，就写成这样的。你到底是练拳还是写歌啊？写歌啊！你那有没有练啊？你根本没有练吧？都在写歌吧？我练了3个小时，花了8个小时写歌。靠北。这首歌很不错哎、欸，这首歌怎么没上榜这个赞、啊、我觉得应该多给他几个赞吧，对不对？应该上榜才对啊！哦、不错啦，这个快打旋风的世界，我自己觉得很有料。这个完全就是，你到时候可以在那个人鬼的时候你就放这首歌、哦、你就提供给他们，然后叫他们放这首歌这样子。而且他还讲台语、欸，美呼啦，不错吧？我来看聊天室给几分？哦、聊天室给5分哎、欸，聊天室也给5分，那不错啊，谢谢。所以我跟你说这个。这不是内定，是他的歌真的是写的不错哦、嗯，就是写的不错就会有不错的分数这样子，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换下一位了哈，下一位不错啊，这首歌不错。摩比欧我才是我要关台的时候的歌吗？来听听看吧。摩比欧，摩比欧，你去哪里了？莫比厄，莫比厄，是不是去大地圈了？在这里静静地等着你，不想再一个人。我没有啦。莫比厄，莫比厄，你在想什么？莫比厄，没有，聊天室我没有，我不是渣男啊。我没有，我在这，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不用找，我都在。怎么是旧的？我截止前3首都有新的 Bible song， 来不及了。滴答滴答，是我对你的眷恋。渣男都是这样说的。没有。莫比欧，莫比欧，期待明天相见。再一眨眼，一遍两遍，渐渐想念。莫比欧，莫比欧，你的帅气侧脸。记忆深陷，那年春天为你沦陷。什么啦？什么啦？有没有那么悲情？莫比欧，你在哪里找寻？等待明天八点再与你相遇。莫比欧，莫比欧，比18点见。滴答滴答，是我对你的眷恋。这个发病发的严重，对他这个要去看医生了，重度了。我建议阿铁去看个医生。感谢谢谢阿峰啊，感谢。要看医生啊，看医生。真的那么严重的话，真的要吃药控制一下。
什么东西？有没有那么的悲情呐、啊？是到底是怎样啊？有这么悲情是不是？好啦，看一下啦，聊天室给了5分，你们只是因为想要凑我而已吧？什么有共鸣？只是想凑我吧？他们可能有共鸣啊，所以才会给那么高分。我自己只能给两分。太悲伤了，我喜欢快乐一点的歌。好，珍珠奶茶狂潮、哦、珍珠奶茶狂潮、哦、一样，他这个可能是他喝那个珍珠奶茶喝一喝吧、啊、然后心有所感，然后就想要特别做一首歌出来吧。奶茶不太好喝，每口都是甜蜜的真爱真爱，珍珠奶茶是我要的，每天我都在排队等待。珍珠奶茶，珍珠奶茶不是全糖，我可是不喝的。为什么有点像闪亮三姐妹？你不觉得有点闪亮三姐妹的曲风吗？闪亮三姐妹嘛。我觉得时候跟失手这个其实蛮搭的、欸，这个有一点那个怎么讲 ，punch line 不是 punch line， 就是有一点押韵吧，押的还蛮不错的。OK， 台南人，他一定是台南人。好，那接下来这个分数，我觉得不用看了吧？这个分数三分，我觉得我不会给他三分，我会给他牙医，我给他牙医分，这个要去看牙医了。OK， 好，我们来看下一首《遇见你》。《遇见你》是怎样？是情歌吗？蛮好奇的。然后是给三分了、哦、我给他牙医挂号，排号是排这个三，好。那遇见你哦，围着你是一种美梦，感谢你给了我爱的勇气。遇见你是一种奇迹，珍藏着属于我们的回忆。我这笔写着你走过的，曾和你在这里遇见你，爱过你，伤过你，谢谢你，在心底想着你，对不起，曾经走过的路，留下了你的痕迹。写给男的还写给女的、曾经我们的故事如此美好，难以搁置。现在你不再孤独时，我努力找回过去的钥匙。我这笔写着你走过的，写给我的。遇见你，爱过你，想过你，保护你，在心底想着你，对不起。好久不见，不知怎么开口，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一直想对你说对不起，我会在心底想着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承诺。好了好了，我接受了，没关系啦，没关系没关系。OK， 这首歌有点短，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啦，还不错啦。虽然就是有点像就是一般口水歌那样的，但就安全牌嘛，搭起来就比较没什么问题的口水歌。遇见你，我应该给个三分没问题啦，我应该给三分。聊天室给到四分哦，哦，聊天室，所以聊天室也是很喜欢口水歌风格的吧？他接受我的口水，靠腰哦，那跟我口水有什么关系？口水歌跟我的口水差很多，好不好？
好，接下来是菜鸡女装大佬，来看一下他这个痞痞帮之歌。女装大佬的歌我都有点害怕、欸，不知道他写什么鬼东西，因为他每次都写一些很奇怪的。他写的歌都很奇妙。嗯，他也是那个脑回路惊奇的一个观众。什么东西？抖音歌啊？抖音歌是不是？游戏室里外，听到了尖叫吗？疲惫的偶像真的最可爱，一个博士的原配皮皮花式的蜡笔日记，禁忌的日记，今天啊那一夜，有种罗百吉的感觉，到底是怎样？台客电音，这台客电音吧？嘿。这种味道，嘿，有没有台客电音？我要开始跳台客舞了，跟着一起摇，手举起来，衣服掀起来，有没有？就像这种东西。我就知道，这歌里怪怪的。什么怪歌啦，哦，头好痛哦。什么 PD 的欧尼强是怎样？不是唱完就唱完了还呀，干嘛啦？回味一下是不是？唱不够要回味一下。什么怪歌？什么东西啦？好啦，我应该给他个三分啊，三分啦，就是在旋律还不错。来看一下聊天室给他几分吧。啊，聊天室给五分。你们头撞到了对吧？你们应该头撞到，还是品味就怪怪的。啊，为什么菲菲有一个不要这首？哪有十字名歌？啊，怎么有一个不要这首了？那个是觉得很怪，我最后把它弄掉。OK， 好，那我们先听第二首啊，这个为什么啊，菲菲的，还有终极皮班是三小啦。啊、我先讲，那个终极皮班就是抄袭，你可以先扣两分。但是因为它那个旋律很好，所以我就留下好。OK， 好，我们大家听，我先听为什么吧，先听为什么。OK。孤独，真相为何你不再看我？何时悟到一般锐利的眼神，挑衅着雨滴们，但就是不看我。为什么妈妈不看着我呢？我们这是写给何老师的情歌吗？好啦，菲菲，什么时候要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可以那个啦，好吧？没有，这是写给他的情歌不是吗？深情哎、欸，这很深情哎、欸，看得出一个人痴情的去那个思念的对方，完全就把这个怎么讲，思念对方的一种痛苦跟那个嫉妒心把它写出来了，对吗？告诉我真相，为何往日不在呢？何老师定一般冷酷的眼。在远处看着我，但就是不过来。为什么呢？我来着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啦？不是跟小亮有什么关系？我以为是你哎、欸，我以为是你写给小亮哎、欸，就是小亮写给他，是不是？小亮这个两个字换成菲菲啊？对啊，为什么是小亮啊？错了吧？我去，没有嘛，我带入一下别人嘛。哦，借贷就对了。
我朋友啦，我朋友啦，我朋友，我朋友。如果你有一天谁想起我，记得我叫做善良，一定要记得我叫做善良。什么东西？你要记得叫做善良，陪你玩到天亮。记得我叫善良，约你吃饭谈天。记得我叫善良，陪你走过地上。记得我叫善良，永远的看着你。怎么会变成是小亮写给何老师的告白歌？哇，聊天是给五分呢，我觉得也是写的不错了，但是我应该只能给到四分左右，四分，好吧？那平均加起来四点五嘛，啊，那就四点五分左右。OK OK， 你不敢，你不敢承认自己，所以我扣零点五分。啊，原来是这样、啊，对啊，朋友了，好吗？对啊，一直讲说这个要用自己的角度去写啊，我想说是你。大胆告白何老师，结果你居然找小亮出来，对啊，蛮可惜的。帮我挡枪一下，帮我挡枪一下。好，终极皮班这歌词先扣两分、啊。这对这个是先扣两分，这歌词因为真的那个旋律。好，听听看，听听看。Oh yeah, hi yo, come on。哎呦，哎有哎有哎有哎，有有有。有汗累到，不要键盘，只会这样很没礼貌。一眼睛着望，也要清楚谁是老大。罩子最好放凉，实况界闻风丧胆。没有忠诚点数，不要轻易的下注。如果懒得订阅，我也真的没办法。虽然有些有点强，这有点强哎、欸，这讲实在真的有点厉害，这有点厉害啊，还蛮厉害的。我们是终极皮班，帅气的不得了。哦，有哎、欸，我们是终极皮班，帅气的不得了。有有有有，厉害有厉害。不要逼我表情，不要试探我底线。当我认真起来，你的城墙一定爆。不要一概否定我们的团结能力。有事情搞不定，终极皮班来帮你。虽然没有女朋友，但是兄弟一定挺。终极皮班一条心，我们有情有义有心。Everybody， 准备好通通都不准跑。等我们的兄到齐齐的把黑道捡起。三小了。我们是终极皮班，帅气的不得了。哦，改的有料，有料，有料，有料。虽然因为这个致敬啊，扣了两分，对对对，但是因为这个真的写的不错，所以我再加个三分，再加个零点五分啊，所以我们就是三点五分，好吧，三点五分。不错，不错，不错，有这个突破境界了啊！三点五分，三点五分，听到都想抄起家伙了。对啊，是真的蛮厉害的，这首歌蛮好听的吧？对吧？聊天是给五分呢、欸，很猛啊！好，然后这个为什么我们爱老皮那个背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那个背景有点怪怪的？好，我们爱老皮啊，听听看，项羽来的写的啊，喂。
周杰伦啊。超级像周杰伦的、欸，好像周杰伦哦。什么时候和老师要穿女装就活了你，你不必慌张，脑海里的天鹅湖把里装靠背哦，兴奋表情我们不必装，老皮贴全下霜，因此豪迈笑声圈圈到肉身着威望，转亏为盈，经营电光小亮小亮睡到天亮，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这首歌蛮厉害的，他那个让别人留那个记忆点嘛，他的副歌那个记忆点是真的蛮强，那个 PPPP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没有这个记忆点就真的蛮不错的，朗朗上口啦，只是他这个就是后面结尾是结的有点可惜，就是没有结尾结干净，但是我应该还是会给到他四分高分，因为他记忆点很强，记忆点真的蛮强的，有那个重点嘛，歌曲的那个精髓他有掌握到，就是制造一个记忆点让别人对首歌有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很马上能够传唱的一个手法、那个 PPPP 好、哦、观众给五分哦，哦这么高分哦，哇聊天室很爱这首歌哦、我们爱老皮啊，这个、我看你们应该是封面给分的关系吧，我自己觉得你们应该是封面给分的关系，封面加 0.5 分所以 5.5 分，为什么会有三叔啊？啊，皮氏八点啊，皮氏八点，先听一下啊，听听看啊，这个是 CT Pop 的风格、哦。八点到了，奋战直到六六，天是少年六六六六。八点到了，下四点八到九，我们没有等很久。有点厉害，直到六，九，哎，不错不错不错，副歌蛮好的。之前在异乡借钱，女王勾芡又踢腿，打着潮湿的额头，害我好想喝咖啡。分享女装一大堆，喝了是想入非非，比个不死，嘿嘿嘿。有点厉害哦，过年红包批分宴，对观众没大笑颜，我们都可以过分了，这过分了，这个扣分，这个扣分，
点像卓文萱的歌哎、欸。嗯，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唱那个小资女孩那个她的那个主题曲哦、喔，蛮厉害的、啊，这个真的蛮厉害的，这首。我把它放大一点啊 ，OK。好，这首歌我给五分啦、啊嗯，但是我本来想要扣他一分，因为扣就是扣这一分啦、啊，但是就想说算了啦，啊、嗯，前面真的从头到尾这首歌的旋律跟那个都蛮不错的，而且是跟我们实况台有关系嘛，所以哇90%五分哎、欸，哦，你们很爱这首歌，我也觉得不错啦，我也觉得不错。那词写的很有意思哎、欸，八点到了分针值到六是指八点半、欸，八点半啊，这个词很强。然后八点时针八到九嘛，我们没有等很久，有没有？这个歌词是真的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那这个人的词很强、啊，但第三首的话，你就自己斟酌一下。我也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留下来？是能播还不能播的？你可能要看一下，可能要看一下。好，那我先听第二首，先听第二首。好，与你，哎呦。哦，那个放客爵士乐。清晨傍晚，我们仍在慵懒，迎着向往，呼吸依旧自然。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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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啊、怎么？哇，这可惜了，这边突然不见了。怪怪的。我好喜欢这一段哦。这段很猛，这个属于你，这段。啊，后面怎么这么有点宕机？是不是？后面是宕机了吗 ？Hello， 好突兀，后面有点突兀啊、美中不足，但很顶啊！我觉得这首真的蛮不错的、啊，这首真的很不错的，很不错的，至少我会给到四分吧，我一样给四分，哦，还蛮不错的。后面可能要调整一下吧，有点怪怪的，中间有一段怪怪，但是我觉得它词曲都弄得还蛮不错，词曲很棒，这个对这首《与你》很顶啊，很顶啊。比这八点分数高一点啦，这首我应该对啊，就稍微低一点点，四分多。好，不错不错。然后接下来是第三首，你就是得好好看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歌词有点母汤。好，我看看，欧巴种马。这是我之前玩那个模拟市民嘛。好，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啦。欧巴种马，可是欧巴种马跟三叔没有关系啊。Yeah， 叫欧巴 ，Yeah， 我叫欧巴种马，留着金色头发，对着我的猎物传，要不叫欧巴种马，留着
着金色头发，追逐我的猎物张牙舞爪，我叫欧巴仲马，留着金色头发，追逐我的猎物张牙舞爪，我是穿新的三叔，又不是奥祖米克，我在现场无限冲冲出，我说的是魔王中靠背哦，靠腰三小啦，我最擅长的是无限中厨，中厨，我说的是魔王中厨三小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啦？模拟市民啊，模拟市民，没看过模拟市民的可以去看一下精华。早上起床刷刷牙，就抓了抓头发，吃完早餐第一呀，走路还外八外八。公园所有的妹子看到的都大呼叫，我说的是富婆家，我在床上洗刷刷，在厕所大喵管家，我在一出来一发，城防做破吧，可以抓八楼不怕，房子砖到我名下，原来房产一发。好屌！不知亏也不觉又在老爸爸脚下。早上起床刷刷牙，用手抓了抓头发，好屌哦！太顶了吧！但是太顶了，这首歌太顶了，太顶了。我决定，我们到时候回去剪那个《模拟市民》精华，好像还没剪过，对不对？有剪过吗？我们有，哎、欸，我们有剪那个、欸、哦，你好像有有吗？有吗？啊，如果有的话，就不能用这首歌当那个 BGM 了，可惜。你可以开、啊，我是真的想很久，真的想很久，这首到底要不要放？因为真的很强，可是很顶哎、欸，这首歌超级顶哎、欸，真的很强，真的很强，这绝对是五分等级，这五分等级的绝对是五分等级。你说欧巴种马第二季啊？对啊。很难呢、欸。对啊，模拟市民不是说要出下一代了？没有，哎、欸，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啊、哦，船长的、哦，船长的新歌没听过哎、欸。船长我蛮期待的、哦，船长的歌应该都蛮厉害的，好吧？这个 Jiki Doki，Jiki Doki， 为什么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好恶哦，好恶哦。啊，船长的歌，我来看一下。拉丁就是有打开突击，体验人生搭配老皮狗皮，说着也有的那个皮皮，吃着鸡排搭配老皮。Tiki Toki， 啊 ？Tiki Toki， 玩什么游戏？风格随意。只要不是黄油好像的戏，玩什么游戏，老皮都会给你。16 OPC 11，宇宙爆炸游戏经历，超嗨气味，嗨嗨嗨嗨嗨嗨哟 ，Tiki Doki。不行啊，刚才欧巴种马太顶了，突然就。你知道吃了甜的东西之后，再吃一个没那么甜的，就会变得好像没味道。重口味啊！对啊，那首太重口了。这首歌旋律其实蛮完整的，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啦，至少是四分以上的水准。对啊，但是
没办法，这个我觉得中马是那个黑帮 rap， 然后这个是韩风 EDM， 对，不行，欧巴中马太强了啦，太强，尤其是那个 rap 那一段，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OK， 好，那么下一首是这个 OP Channel，OP Channel 船长的歌，船长歌。老皮，我好想你，想你想到好想被你抽离。老皮，我好想你，想着想着走遍我的皮皮。怎么被打得好爽是怎样？三小。老皮，我好想你。Yo， 想着谁到底怎会不得不差？要才能够吃心中的羊，到底谁到底怎会不得不吃，夏夜才能够停止不去想念。交税超费就吃炸鸡，就吃炸鸡，就吃炸鸡。耶哟耶哟，老皮，我好想你，想你想到好想被你抽离。老皮，我好想你，想着想着走遍我的皮皮。老皮，我好想你，想你想到好想被你抽离。老皮，我好想你，想着想着走遍我的皮皮。等等，再听一次欧巴种马，还要再听一次欧巴种马。老皮，我好想你。不是啊，你的歌词主轴呢？你的歌词主轴在哪里？不可以这样子啊！一只鸡排啊，你是又意图使人去吃鸡排啊？这个不行，这样太坏了，这个这样太坏了。不过我觉得船长的歌这样弄，他那个他整个编排这样旋律都还不错，就歌词是工整的啊，歌词是蛮洗脑哎，你不觉得他的旋律都很洗脑？对啊，他的歌都是洗脑风格的。哑巴 Mista 啊，何老师的美食之旅。是为什么要搭配这张照片？来，这不是我之前写那个汉堡那首歌的那个吗？他是写个续作是不是？那边鸟是吃可惜的，那天气汉堡满嘴都是白色的酱汁，摆出赞的动作。何老师喝了听狂水过脖子，不断呐喊着真爽，情不自禁舞动。哈哈哈哈，老师每天每夜都在偷看女feed。悠悠，风里下酒真是好吃。悠悠，菲菲总是被抛到一旁，和老师哦和侍女装。和老师吃了皮桥派大香肠。不行，不行！摆出赞的动作，这首歌真的不太行。不断呐喊着美味，情不自禁舞动着身体。什么东西啦？一直拒绝下去。到底怎么东西？何老师吃了小龙虾的面，满嘴都是满满的汤汁，摆出赞的动作。老师吃吃了烤棉花糖，开膛不断张开嘴，情不自禁想散散热。到底吃多少东西啦？不行，这首歌真的不太行，这首歌真的不太行，这首歌我大概只能给他两分、聊天室给一分哦，你们给一分这么狠哦 ？OK， 好吧，那最后这个我们就 1.5 分收尾啦。
这首歌我是觉得他的歌词跟那个曲风没搭到，这蛮可惜的。如果说可以重新编排一下这个他的曲风，选一下那个魔法关键字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吧。不然这首歌目前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嗯，怪怪的。主要还是因为何老师一直吃东西，才有那个基本的分数啊。欸、假上给评分假放假上啊。这个歌词先扣两分。我们是勇敢的蓝蓝帮，大步向前又满腔热血的蓝蓝帮，大家一起来用力嘶吼，别害怕上天台啊，向前冲，只有靠着我们的牺牲，才能让剩下的蓝蓝帮高唱胜利的凯歌。蓝蓝帮抛头颅已洒了血，为了保护蓝蓝帮的骄傲，在空中奋战的同袍，就像是闪电划破辽阔的天空，让我们乘风昂首飞翔，展开翅膀。不行，这个我听不下去，抱歉，这首歌我只能给一分。哎、欸，感谢多尼大木博士赠送了100份订阅，感谢你。啊，怎么突然送100份订阅，吓死人哦！为什么突然100份订阅啊？吓死人哎、欸！来看一下，最后得票率是86%的一分。哇哦，感谢我们的多尼大木，谢谢，感谢你。不是啊，这个重点是。不要，我觉得不要去抄袭那个啦，那个你抄太多，整首歌都是那个就不太好了。最好还是加一点那个自己的写的歌词的要素会好一点。好，那这首歌也是先扣两分，好不好？这首歌我也先扣两分。嗯。跟着胖猪暴动移动，双脚轻快双手，抬起起手式、啊、放下心机，放下心机，让双手手背清醒清醒、啊、左边快修补，右边快修补，让双腿双脚暖身。我觉得这首歌还不错啊，不行，运动的时候可以放这首歌哎，那放这首歌哪会那个啊？缓和啊，就是你运动完然后做那个百德操啊、收操啊，哪有？完全不行，完全不行，完全不行。这个好，抱歉，我给一分，我给一分，不行，这太偷懒了，这太偷懒了，好不好？我给一分，好吧？这个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啊！聊天室给一分，88%的一分。我可以给到3分诶、欸，哪有三分？差多了，他歌词抄的呢？那歌词是抄的啊。他好也好，确实啊，好，所以就扣2分啊。对，好，雷猴哥啊，雷猴哥已经复活了啊，他账号解变了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终于又解变了啊。看一下雷猴的《没有你的道路》啊，没有你的路。从 GTA 看了10多年的老皮，该补上是哎、欸，感谢你，谢谢。等 GTA 6上了再一起玩、啊。OK 的啦，等 GTA 6一起玩。不知道 GTA 6可以几个人连线呢、欸？有点 SHE 哎、欸，听起来很像 SHE 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环岛帮可以成立吗？应该可以吧？对啊，就是继续看啊，我看能不能继续我们坚持到 GTA 6，因为现在大家都各自出社会了嘛，对吧、啊？然后有人成家立业，有人要忙，就比较少机会可以聚一聚。但是还是希望说周末之后如果有6出，还是可以弄一个让大家一起
开心玩，不会玩 RP 啦，就是我们就玩一些好玩的东西就好，因为我本来就是玩一些好玩的嘛，有趣的，不一定要玩 RP 啊，大家一起玩就很开心了，一起恶搞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就玩起来就很快乐了，好吧，继续听吧，啊，这首歌。玩不玩的玩，我也不知道。下头歌来得及吗？来不及了。怕会听不完。我有点像那个原住民的女歌手，然后像那之前好几个，像张惠妹啊，像那个谁阿令吗？反正就是原住民女歌手，他们最后不是都会有唱比较偏民俗一点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像之前张惠妹不是有，但是后面会有点民俗那个，不会想退后，就有点像那个哦咿呀哈呀那个，有没有？有点那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首歌。有点普通啦，有点普通，蛮可惜的。我觉得他那个没有那种，就是一直让人家脑里面会有那种洗脑的旋律或是歌词，比如说那个666 PPPPP 这种东西，比较可惜一点。好，那我自己应该给个三分或两分左右啦，三分或两分左右。对，好，接下来是我们的 Black Tea 红茶啊，来看一下红茶会写什么东西。何雨飞怎么又何雨飞啊？都要被我影响是不是？又被我影响了。观众发狂，好老兴奋也唏嘘里装路。啊！安静的女孩是我恋爱，女孩转身竟是菲菲，本来兴奋。现在更兴奋，和老戏我陪飞飞逛街去。这怎么有一点那个迪士尼的卡通前面那个有没有？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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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白雪公主吧？那对对，就是那个什么深啊，那个啦，小熊维尼啦，有没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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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小熊维尼？维尼可爱的小熊，有没有？有没有？和老师我陪飞飞逛街去，有没有？很超级像的。以朋友的身份、oh, 以情侣的身份、oh, 以闺蜜的身份YES 好了爱飞飞爱好了对下来失散对 你的已经过了飞飞女装观众发狂发狂一嗨嘿，一嗨哎，一起怎么讲？怎么讲？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的我呢？那还用说因为我爱你啊！一嗨八卦，嗯哼。只要你爱我，我要我陪你女装，我也愿意。什么啦？什么啦？到底什么歌啦？何老爱飞飞爱何老？对何来说，自己会算什么？
菲菲女装观众发狂，和老兴奋一起去女装读。我爱菲菲，我爱何老师啊，何老师啊，菲菲是我的唯一。对我来说，何老师我的唯一，不再害怕世界的眼光。我们一起去女装吧，女装吧。哎、欸，我跟你讲，这首歌十年前大概快二十年前会很，二十年前很红啊，这种类型的歌、啊。确实啊，他这个、就是、电影里面的配乐有没有？没错，歌舞剧里面会唱的，对歌剧魅影那种的，你知道吗？这首歌生错时代了啦，生错时代了。对，他已经错过他巅峰的时代、啊。可是聊天室给他一分啊，其实有点惨。就是他们太年轻、嗯，就是聊天室太年轻了，没有听过。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强生最后一举杆，嗯。什么东西？金曲版现代雷鬼精选啊！现代雷鬼精选。哦哦。最后一举杆。比赛只叫阿三，女主角比较着我们，谢谢。停留在木椅。出的缝隙之间，像是一道弯线，像是一句留言，看似完美，颇具无味，用于惊动，也不在愚昧。哈嘎哈嘎啦，蹦蹦，苏巴苏巴，蹦蹦耶。什么东西？抱歉，这首歌我听的头有点痛，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一言难尽、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分，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分，因为雷鬼跟那个刚才那个唱的那个旋律有点难搭起来，搭不太起来，旋律不错，但是跟唱的那个旋律搭不起来的东西，就是两个感觉好像是平行线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也不好给分、欸、我也不知道给几分，好吧，我给问号分。啊，这个对我来讲是问号分。好，然后下一个是乡村摇滚骑士精选，白金版，那有什么差吗？难道还有别的版本吗？对啊，它就是雷鬼音乐，但是它不像雷鬼音乐。哦。有。荒野上的道路，抹去未来里的雾，一成不变的杂音，寻找一成不变的真理。我在这里 ，ride my motor, ride my side, 'cause I know I am right。阴暗天空正要降落起，孤单旁的雾气随时一心孤勇前。我想说一些很震惊的歌，突然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这段歌词就把这个震惊完全给我在脑内已经毁灭了。对我来讲，这首歌已经不是震惊的歌了。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可惜，就是 Auto Tune 吧，我觉得他两首歌都是 Auto Tune 把这首歌给毁了，就是这两个曲风我觉得都不太适合开那个 Auto Tune， 开了之后就蛮可惜的，就是你会很难让人家把它
听完吧。对，就是 Auto Tune 有点吵，跟那个他原本的旋律都完全被盖掉了。对，这个蛮可惜的。但不知道能不能人声可能要调一下吧。对啊，我觉得要把那个 Auto Tune 给稍微换成没有 Auto Tune 吧。来吧，啊、哦，这个什么 YT 有完整剪辑版，在大海流浪，哦，这个是新生之歌哦，啊，听听看吧。你隐形鞋子会打冰霜，当回头发现自己太过妄想，沉重的心情浓妄想，好吧。照着夜晚，人生百态，笑看人生的难。逆风而行，航向波涛。逆风而行。海洋，千山万水又怎么样？眼前尽是洪亮景象。是否被糟蹋，逃离现实追寻梦想，风雨中前行找方向，命运的波浪难以阻挡，心中燃烧着勇气和力量，却消失在现实，再也无法抵抗。这段还不错，这段还算不错，但是就没有前奏，有点太突然。再次回答冰床当，回头发现自己太过妄想，沉重的心情笼罩着。哦哦，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可能是因为 AI 没有，有可能是因为 AI 会发音发怪怪，他把它改个字，是有可能的。啊、让他发音正确，这是有可能。因为你打行，它会变成说那个嘛，另外一个发音嘛。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蛮可惜，就是他唱完一句之后，感觉那个一个段落都不是连贯的，就蛮中规中矩，所以你就记不太起来有什么歌的记忆点，就蛮可惜的啦。就好听，但我觉得普普，三分吧。啊，聊天谁给三分？对吧、啊？这个就比较没有太大的特色啦，对，比较没太大的，就可能就歌词的部分吧。但是就其他旋律的部分，我自己就觉得没有那么有特色。小鸡后门保留席，财富自由奏，这是小鸡是不是 ？OK， 各位祈福了，祈福了。听说他那个去过那个钱母的时候就放这首歌、啊。Oh, money back my home. Oh, money back my home. 哦、oh, ，Money back my home。
边多了啦。终究一场梦，五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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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首歌五分。然后扣分，本来前面都很美好，后面突然进出一场梦，突然。笑死！他让我醒了，扣零点五。扣零点五，扣零点五，四点五分，四点五分，可惜了啊！那个终究一场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好，那个沃夫后门保留席，然后璎珞瞬间写给他最爱的人。可三小啦，好，听听看啊，啊，沃夫写的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桃园代表请上。对啊，代表要上香了吧？一鞠躬。醒了，礼拜一的早上。醒了，醒了。台南代表上香。跳那么多段啊，只有唱这个愿今人一起这边开始。到底要唱中文还唱英文啊？我头好痛！到底大家一下省略中文，一下唱英文，一下唱中文不唱英文，头好痛，但蛮好听的啦。四点五分等级的。对，四点五分等级的。哎，早一起，感谢订阅，谢谢，谢谢我们光光子，谢谢订阅，上香了，上香了，还不错，还不错，这个四点五分吧，啊，聊天是给五分，哦，那也是蛮高分的。好，然后刚才还有一位观众说他那个，他刚才的那个、啊、歌曲好像是放错首，他是要发原本是要放这首的，是吧？是阿铁。我们听听看阿铁的歌、这个是皮皮骗你、到底好不好听，来听一下吧。然后最后面因为观众很多人敲完那个 要听欧巴种马嘛，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放一下欧巴种马，好吧。也有我是时光出老皮，住着地里却带有脚踢，聊天是渴望的到底，逼逼对我的爱犹如潮汐，啤酒图不是本人的标记，必须霸凌全世界阵地，别人怎么会那么没道理，你们要相信我要聊天时也有逼逼骗你，逼逼陪你调皮淘气不按常理，逼骂你逼逼帮你逗你笑，逼全心全力，莫逼哦莫逼哦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这首歌蛮厉害的。也有我是时光猪老皮，游戏天才皮到底，玩家全部都到齐，想输也输不了皮。
怎么又是小亮？而剩下几桶比例强，拼命迈入千辛万苦，叽叽哇哇，我是你爸。皮皮看你，皮皮骗你，嘿呦，皮皮骗你，皮皮骗你，调皮淘气不按常理，皮到你皮皮到你逗你笑，你全心全力。花椒不加大变态，和老女装的恋爱，皮皮到你皮皮把你逗你笑的。哪里啊？哦，这边吗？嗯、啊？哦，这边这边。莫比奥。不是他跳来跳去的啊，他跳来跳去的，他会穿插啊，嗯、他会穿插、啊，嗯，后面有点长了，我觉得大概两分多钟结尾这首歌就蛮不错的。你就读不是本能的标记，你是八点准时见真谛。嗯，学旋律前面一样嘛。天人怎么会呢？没道理，你们要相信我要聊天时，怎么会怎么会新哥哥，怎么会这一波为了有为了有谁来这么坏，全都是意外，你过来一下领取这个炸弹，唱亲戚一遍一遍一遍，你说我神经唱歌是敷衍，皮皮骗你，还不错。三小啦。鸡鸡什么东西？你们要的真太出来咯，可可必要要我点线咯，感谢你们的一直陪伴。后面有点不一样了。啊怎么激发了不见了，不能加符号呀。啊。加符号就不行了对不对，波浪符。嗯。这首歌不错啊，只是后面就有点可惜，我觉得后面是蛮可惜的。有绝地战警的风格，嗯，有一点，有一点，缩短一点应该会更好啦，缩短一点我觉得更好。好，最后面应观众要求，好吧，观众要求，来，我们听一下这个非常厉害的、啊，这个也是神人啊、嗯，他三首歌都很厉害，三首歌我觉得都蛮强的，好吧，欧巴种马。Yeah， yeah。叫我欧巴耶，叫我欧巴耶，叫我巴留着金色头发，对着我的猎物照耀，不缺欧巴种马，留着金色头发，对着我的猎物照耀，不缺我叫欧巴种马，留着金色头发，对着我的猎物照耀，不缺我是穿新的三叔，又不是奥克米克，三叔围绕我身边的妹子，遍及整个欧亚大陆，就是看了自叹不如。这个是画龙点睛啊，这个噔噔噔噔噔，这个画龙点睛，就是看了自叹不如。我不是专心的三叔，你又不是阿祖，啊怎么变啊，奥米克组不见了，三叔，
三叔，三叔围绕我身边的妹子，看起整个欧亚大陆，大陆就是看了自叹不如。来了来了来了，起床刷刷牙，就抓了抓头发，吃完早餐滴滴呀，走路还歪吧歪吧，公园所有的妹子看到的都大不下，我手机是富婆家，我在床上洗刷刷，打开厕所大庙管家，我在一出来来一发，我不怕。早上起床刷刷牙，用手抓了抓头发，吃完早餐滴滴呀，走路还歪吧。旁边所有的妹子看到的都带回家，我说的是富婆家，我在床上洗刷刷，他在厕所庙管家。我在一出来一发，他在厨房做锅巴，被抓包了我不怕。房子转到我名下，店内房产一路发。是不知鬼也不觉，又在了跑到乡下。Yeah， 好顶哦。超级顶这首歌，这首歌是按照那时候我玩那个模拟市民的时候，那个欧巴马嘛，我不是创了一个角色欧巴马嘛，因为三叔线三叔已经死掉了嘛，我就弄了一个欧巴马的故事线，剧情就长这个样子，确实就剧情长这样，成为欧巴种马。最后还变卖家产，然后把孩子留给他。我觉得他应该加一个把孩子留给他，这样会应该更好吧？嗯，然后皮弟是不是？再听一次皮弟的歌啊、哦？啊？他们说再听一次你的歌，皮弟写的歌，皮弟写的歌，我自己觉得也是蛮蛮顶的。可是没有玩快打就不知道啊。又嘎飞呀！老师的鼓励都要变掉啦，我的妈呀，现在下课不上的妈呀，我的妈呀，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吗？弟弟的人鬼出场主题曲 OP 真的皮弟，你是把这首歌给他们吧，然后你的主题曲就放这首，出来的时候就放这首歌。你到时候你就拿这首歌当出场曲啦，对，出场曲就是这首歌。哪一个、啊、SP48 点吗？还是啊 ,7:60 吧，这个是 PPP 是哪一首？这首歌有点蛮厉害的、啊、我想起来这首歌的风格了，很像打不倒的空气人。嗯，有一点点这个吗？ PPPP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吧，我觉得 PPPP 是760吧，这个吧 ，Mobile 的7:60分吧。哦，没有啦，不是这一首啦，这首吗？不是这一首吧 ？Baby baby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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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我好像你白天太太的时间已经到了，亲爱的。想来想去，你可能是在厕所里，哦，在厕所里大便。干，这个吗？接下来听到欢乐游戏声，点数以为我们中奖，我们要在划水的故意挖坑。
啊，这个啦。观众需要老一来疼，不懂得还故意挖坑，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哔哔哔哔，我们要在花山睡到灯，哔哔哔，花寥寥的花睡到梦，你是我的唯一希望，穿过哎，这个想见把你在心上，老比老比我们最下，哔哔哔哔哔，我们要在花山睡到灯，哔哔哔，花寥寥的花睡到梦，总是偶像，不管工作不管凡事，就只要陪你疯，老皮老皮，我们最爱你。这首歌我觉得写的不错，这首歌蛮厉害的，项羽啊，项羽写的歌。好啦，差不多啦啊，你说把这首歌剪精华哦，也是可以啦，不然就请菲菲剪啦、啊、我就弄那个欧巴种马，然后搭配那个模拟市民的画面，然后穿插剪一个，应该还可以吧。行，剪 MV， 你要剪 MV 是不是？剪 MV 可以剪几首歌，然后中间插个 MV 这样子啊，是吧？可以，可以啊，等你啊，等你剪啊，啊，等你剪。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先到这边了吧？啊，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投稿歌曲有兴趣的话，下次我们弄那个二选一好了，对啊，下次我们弄二选一嘛，然后看谁才是最强的歌曲，这样我觉得会比较有评鉴标准吧，就是一对一 PK 嘛，啊，强对弱，然后弱对强，强对强这样子。OK， 好啦，那就先这样啦，我这边先挂咯，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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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啊 ，PD 啊，等下练吗？欸 ，PD 挂了。啊，会有下一届吗？下一届我可能会改用一对一 PK 的吧，就是那个二选一的那个模式去玩。这要去哪里听呢、啊？啊，我看看，你们可以直接到 DC 那边，应该会有这个音乐鉴赏会的这个表格，直接到这边听就可以了。哦，到这边就行了。OK， 好啦，那就先这样啦，各位。那我们今天就先到喽，晚安晚安，拜拜，明天见。然后后面后续如果还要想要参加的话，我再看吧，我们再看安排什么时候。但是我想先把第一集精华先做出来，哦，然后之后再弄啦。好啦，晚安，拜拜。